那我就来讲一下啊，这个一个从一个分子，或者说从什么都没有，它怎么才能够变成一个具有潜质、药物潜力的这么一个分子？首先呢，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啊，那刚说过了，说稍微介绍一下自己。那么说我刚才说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其实都是杭州人，所以说那么我其实还是兼具有杭州啊、宁波，因为我外婆在宁外婆家在宁波，所以我是其实南北都多多少有一点点那种特质吧。现在呢，我是跟我老公还有两个女儿啊，生活在比利时，家里有一些宠物，比如猫啊、鸡呀、鱼啊，我很喜欢养热带鱼。那么，我是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那我爸爸和我老公也是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所以我们三个人都是校友啊。那刚才呢，其实陈凯有讲到说，其实我是乌德勒支大学毕业的。那么，在那里读的硕士和博士。那博士期间，我是专注于其实是蛋白质的研究，比较基础的一个研究。那么是免疫系统中的补替蛋白。那这个其实当时是给了我好几篇非常非常好的 paper。我也觉得确实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的一个敲门砖啊。那么，2011年呢，我进入了杨森工作，那从此就在一个叫土豪村的这么一个小城啊，我们都叫它土豪村，生活了。那么这近10年呢，其实我一直是在杨森的传染病早期研发工作，现在呢，我是一个项目的带头人，我主要从事流感、呼吸道传染病的抗病毒小分子的研究。还有要说一下，就是一句话，就是其实我对就和荷兰还有一个现在还有一个联系，就是我一直是在荷兰迪尔堡的中文学校呢当中文老师。今天我们刚刚进行了期末考试啊，刚刚学生们都毕业了，也很开心。其实也是说是给自己的生活增加一点丰富吧。好了，那刚才其实呢，董博士已经讲过了这个药物开发的这么一个流程啊。其实我大概会今天主要讲的呢是这个前，就是临床前的这一个部分。那么从立项一直到确立这个新分子实体，也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的这个 NME，这个是就是相当于你要去确立哪一个分子是可以推向临床的。那么其实刚才呢，其实董博士也已经提到了，我后来大概想了一下，我们其实做前期的这个时间，现在我会觉得是越来越长了。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随着这个有不同很多药物的上市，它其实这个药物的标准是越来越高的，尤其是对安全性的考量，因为你有很多药物，你知道它为什么在临床失败。你也知道，其实有些药物上市了之后，它才显现出一些可能是不在预期之内的一些毒性。那么这些呢，其实都会反馈到临床前的研究，对我们临床前包括要求我们在这里能够有相应的一些实验来确保这个临床后期的一个成功率啊。当然，成功率其实仍然还是很低的，就是哪怕是从 NME 一直到上市的药物，大概也就是10%。但是呢，因为前期其实它的花费相比起后期来说，因为前期我们基本上几百万美元或者几千万美元，但是你到后期其实就是几十亿。所以这个数量级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前期你定的这个标准越严格，那么我们公司还是希望，当然我指的公司是就是不是光是杨森或者说其他的公司，我觉得大多数公司是希望能够提高这个 NME 的这么一个成功率，就是确保我们进入这个临床的分子一定是非常高质量的。所以前期的研究应该讲，实际上是蛮难的，就是而且是越来越难的。那今天呢，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药物的分类啊，药物分类大致于呢是小分子和大分子啊。小分子呢，通常指的是就是分子量，如果我们说分子量的话，大概是在1000以下的，1000 道尔顿以下。那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通常指的是一个，分子，就是化学合成的分子。那你说这分子量大概是1001，怎么算呢？其实你要看它到底是多态，因为多态它基本上分子量可以是1000多啊。你要看它是多态，还是说它属于完全的化学合成的传统意义上小分子。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做一个分类，大分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我们指的它是一个生物制品，比如说多肽呀、蛋白质啊、抗体啊，对吧？这一类的。那么今天因为我自己所做的是小分子的药物，那么我会比较集中在小分子这一块儿去大家看一看，并且给大家分享几个故事，看看一个药物的今生前世都是什么样子的啊。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是1993年到2020年期间，这所有的美国 FDA 这个获批的这个药物的一个
大致的概况。那您能看到的是，比如说啊，我们就选前几年吧，就选到2000年之前，您看这非常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小分子是主导的，对吧？因为橘黄色是小分子，那么蓝色呢是大分子，那么大分子被批的效物，实际上相当的。已是很少的，几乎都是小分子。但是呢，到近几年，比如说我们看2010年之后这一块儿，那么您就看到这个趋势还是相对挺明显的，就是这个小分子药物它当然仍然是占主导的，但是呢，近年来呢，这个大分子啊，它获批的比例呀、啊、是显著增加的。就大分子药物其实确实是，而且尤其在有某些领域，比如说癌症这个领域，其实又愈发的讲究这个个性化治疗。其实它的这个，比如包括 PD-1 的这些抗体啊，包括它的一些这些上市，其实大分子其实确实是相当热的这么一个领域啊，大分子药物的研究。但是呢，当然我们不仅仅从数量上说，我们也可以从销售额上看到这个趋势。那这个其实是2020年全球药品销售额预期增长的这么一个排行榜的前10名。其实，任何一个药品在这里，您能看到它2009年的销售额都是几十亿，甚至100多亿美元，这是相当可观的。随便拿出一个药物，这都是那个公司的拳头产品、明星产品。那在这个里面，这个趋势又是另外一个现象。那么在这里面的话，您就能看到，其实大分子它的销售额其实也是。那么这里面呢，就又会有4款是大分子，而其他的6款是小分子。可以说，如果我们看这个销售额的话，那么基本上大小分子是基本上是平分秋色的，对吧？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所以说，很多年前可能当我们谈到药物，可能我们更多的说是小分子药物，哎，对，那个药片，或者说就我们平时吃的，比如抗生素啊。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是大分子的这个药品的上市，在这里。那下面呢，我基本上会集中在小分子这一块来，大概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在前期都做一些什么。那第一步，其实那个时候就什么都没有。那这一步，其实我们会有很多，其实是和真的是做 research，所以我们其实跟大学里面的就是一个项目小组，其实是有很多共同点的。那么，比如说第一步，我们要确定我们研究什么目标，对不对？那么你要做什么疾病？比如说我是做流感，那我要针对就是流感，我要去做流感抗病毒的研究。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公司里面会做的是医疗的这么一个迫切性的需求，比如说有两个项目，一个医疗的迫切性高，一个是相对低一点的话，那我觉得公司会倾向于，我觉得我们会倾向于去做医疗迫切性高的那个项目。还有一个也是很重要，在前期甚至在项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其实商业的前景分析就已经开始了。当然这种不是说公司一定要去做这个赚钱的项目，但是起码要有这种分析，能够让你知道你这个项目的定位在哪里，以后的预期会是什么。基本上，我觉得公司会有两部分，一部分属于赚钱的项目，一部分属于不赚钱的项目。那么赚钱的项目的话，那么商业前景分析可能是很好，但是不赚钱的项目，如果它是和人类这种公共的这种卫生相关，非常重大，比如现在的新冠。那么它即便是不赚钱的，那么也是非常迫切，而且是优先级非常高的这种研究项目啊。那么还有呢，在下一步呢，作为生物这边基本上启动一般开始牵头的就是生物这边我们会确立项目的一个可行性研究，对吧？那么一般治疗疾病，它不见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么可能有很多条路。你要看，哎，哪一条路已经有比较细致的靶点研究啊？然后这条路，或者说有没有前期有没有其他类似的药物或者类似的疾病，对吧？病毒其实，比如说我们做病毒，就是它病毒其实是一类一类的。那么没有这个新冠病毒，哎，那 SARS 有没有呢？对不对？MERS 之前也会有啊，也会有一些组座。那么这些其实之间是相通的，文献里面有什么，专利有没有什么，这些都是可行性调查的一部分。那么挑战呢，可能就是当如果你有 N 个研究方案，哎，你要先选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你可以很多条路一起走，但有的时候可能你要从一些去辩证的看哪一个可能是成功率最高的，并且能够得到最好的结果，而且要是创新的，因为创新就意味着可能潜在的竞争性可能会相对的小一点。接着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这一点上面可能公司会比较的重视，就是你一定要去想这个理想药物，就是当我们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我们到底要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 NME，比如说终极在 discovery 里面，终极的这么一个分子就是 NME。那 NME 一定要有它细化的标准，你要得到什么样的活性，
当然不仅仅是活性，活性可能是很重要，但是比如说药物动力学的代谢上面，对吧？它需要有多长时间的代谢在人体里面，包括比如说安全性的标准，什么是可能是可以容忍的，什么是必须要达到的安全性标准。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其实陈开又提到，就是这个制剂。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你到底是要做口服的药片呢，还是要做，比如说静脉给药的，还是说皮下注射？因为这个其实会影响到化学分子的化学属性，或者说化学物理属性，所以它会影响到之后我们化学的团队怎么去做优化的问题。那么一开始我们就要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不给的话，那么最后就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这个大家一起行动、一致行动的这个方向就会变得不明确。接下来呢，其实这个就是可能是比较逻辑化，就是我们要搭建实验平台，要去做 validation，做一些验证。如果是有 reference compound 的，可能会有体外，或者我们会去搭建体外，有的时候可能会去搭建动物模型。那么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去验证这个可能性是否能够通过。那么接下来就是立项讨论通过。好了，基本上小分子的早期研究呢，可以分成四个阶段，那最后肯定就是一个去这个 declare 这个 NME。那么这四个阶段呢，就是找到苗头化合物 hits identification，然后继续的话呢，往前呢，这个时候是有大概我们一般是开始筛选，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几万个或者几百万个化合物。那么再往下呢，就是从这些化合物中间寻找到了这个我们称作苗头化合物，就是这个 hits 的这个苗头化合物。那么我们要从这些化合物中间呢，寻找具有潜力的化合物族群。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单个的分子，其实你是要看一系列的分子，那么它之间是具有相对的关系的。那么在后面的这个阶段，我们就要做的工作就是不断的去优化我们找到的这个，我们确立的这个族群，并且让它无限的接近我们想要的那个 NME 的标准，这就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做的事情。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其实我们是在几百万个化合物中间挑选那么一个化合物，对吧？它就是我们的 NME。但实质上呢，这个化合物其实是不存在于，通常来讲是不会存在于在我们最早期的那个分子库里面的，而是在这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中寻找到的那个化合物。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被优化的，说一下，基本上是在这个包含在这个几百到几千个化合物中间的，尤其在这个后期，基本上因为它就会是这个一到五个化合物中的其中的一个啊，这个后期的，那么，当我们我会下接下来的就是一步一步的讲一下，就是每一步大概我们会做什么。那么，当在我们第一步我们想要寻找苗头化合物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那么就是高通量筛选。高通量筛选呢，大概分成两种啊。您可以想一想，如果您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您会觉得您想选哪一种？一个就是表象筛选，还有一个是靶点筛选。什么是表象筛选呢？其实表象筛选的意思就是看表面现象。就看表面现象，你不用管它到底是什么作用机理，我不管的，我就看它到底干了什么。举个例子，还是流感，比如说流感，那么这里面可能我们就把它，比如说放成细胞在这个板子上面，那么我们放了流感病毒，它就会把细胞杀死，这个就是流感病毒会做的事情。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加入每一个孔，我们加入不同的化合物，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实验，得到哪些化合物它是可以有保护作用。那这就是一个抗病毒的这么一个初期的这么一个苗头的化合物。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筛选来筛选到化合物，就叫做表象筛选得到的化合物。同样，你可以用同样的这种实验去做，比如说现在的新冠病毒，也同样的类似实验，你是可以去做这种表象筛选的。那么还有一个呢，相对于表象筛选，回到流感病毒，这实际上是流感病毒的一个模型啊，或者说它是 PS 的一张照片。那么这是一个流感病毒的这么一个分子，它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靶点。所以一个靶点其实就是一个蛋白。那么可能比如说我们知道比较，比较熟悉的流感药物就是达菲，达菲实际上英文是 Tamiflu。Tamiflu 其实它的靶点在这里，它实际上是抑制这个蛋白的。那么它实际上就是通过靶向筛选得到的药物。那么当时其实人类已经知道这个蛋白对。就是如果你抑制它，你就可以抑制流感病毒。那么通过针对这个病毒，那么他们设计了达菲这个药物。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靶点，就是说我专门找到一种作用机理，对吧？一种作用机理，我不管其他的，但是我知道这种作用机理，我前期一定是知道了，有具备一定知识，知道这种机理一定能够达到我的目的，比如说抑制流感。
当然，你也可以用同样的去做其他病毒的这么一个筛选，包括很多包括很多癌症上面的药物也是这样子的，都是也是做这种靶点筛选得到的。那么早期的一些筛选啊，其实就像我说的，其实很多早期的筛选，我们所说的筛选都是表象筛选。那个时候其实对很多生物啊，包括蛋白质结构不太了解，所以说早期的很多都是一个表象筛选。那有些药物其实上市了，至今你都不知道它的具体作用机理是什么，重不重要？重要，重要了你可以做优化，但是也不是必须的，并不是说你必须知道机理这些药才能够上市。那它通常的定位呢是创新药，就是我们所谓的 first in class，就是你所有的以前没有过这种药物，那么你是第一个上市的。优点。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筛选，而且经常你得到的化合物，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这种细胞的活性。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它可能很复杂，因为它可能这个研究，你想知道它怎么作用的，还有排除假阳性这种过程是非常复杂的。那近年来呢，其实有一些其他的技术的一些发展，比如说高含量筛选，在这里我不会讲，但它其实上是一个细胞，就你给细胞照照片，然后你能得到很丰富的一些信息。那这些信息其实是有给这个表象筛选，你可以给它结合起来。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进一步的去研究这个作用机理，也给那个确定靶向呢提供一个新的方法和思路。那么呢，靶点筛选呢，其实它是同步于蛋白质结构的发展。哎，很多时候是我们先得到了蛋白质结构，或者说把这个蛋白的功能研究得非常透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去想它是否是一个可以设计药物的这么一个靶点。那么这个基本上通常，因为在90年代那个时候也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发展的高峰期，与其同时，那么这个靶点筛选也是发展得非常的快。那么它经常的筛选的方式是位于特定的靶蛋白，也就是我们刚才举例的这个，比如说。这个 NA 这个蛋白，通常的定位呢，best in class 不是必须的，也有可能是 first，但经常有的时候是 best。为什么？因为有前人给你已经研究透彻了它的机理，那么你再去合理的设计，你能比它做得更好，所以它会是 best in class，但是不一定会是 first in class。好了，优点，哎，这个设计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因为它是合理性的，你设计到的药物是你能够解释的，这个东西让人就是感觉上就很好，比你。比如说你是有一个药物在那里了，虽然作用很好，但是我好像什么都不知道，这个感觉会好很多。那么得到的化合物，因为我知道我对它的靶点研究得很好，所以说这个对于靶点是具有强烈的特异性的，这点是我们可以做到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因为靶点筛选经常是一个生物化学的实验，那么生物化学的活性。是体外活性，但它不等于细胞活性。细胞活性也是体外活性，但是它会更复杂一些。它会涉及到，比如说化合物的，进入细胞的能力。哎，这就是很典型的，你不具备任何进入细胞的能力，那你就没有任何的活性。所以说，生物化学的活性，它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这么一个体外实验。那细胞活性的话，会相对复杂一点。所以，你即便得到了生物化学的活性，不一定会有细胞的活性。那优化道路就可能会很长，只能说是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如果不具备优化的可能性的话，那就是有的时候这个路就不得不放弃。那么，靶点的选择和实验的设计是相当关键的，是否能够也是你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所以说，这两者其实并没有说伯仲区分，是两种不同的路，但是如果你用同一个分子库，用不同的方法筛选，你得到的结果真的是不一样的，这是要根据课题来去选的。好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比较，我也觉得比较有趣的，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一段时间之内美国 FDA 批准的药物，因为我只找到了1999年到2008年这9年的数据啊，那么其中其实创新药占了大概1/3。其他的药物呢，其实是比如说一些 follow 的药，所以我们先暂时不讨论。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创新药的期间呢，您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他们对比了一下，到底是这些药物从哪里来？那这些药物中间其中有一部分是大分子，而且您能看到，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大分子在2000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快速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但大多数药还是小分子啊，小分子中间呢，当然他们是如果是从表象筛选呢得到，那么它是黄色的这条线，那么从这个 target base 就是它这个从靶点筛选呢是这个蓝色的线，您能看到如果是原创药的话，其实从表象筛选还是得到的更多一点，
而 second in class 这种时候就基本上我已经有类似的药在市场上了，我再去做 better，对吧？me better。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多数人或者说成功的药中间很多都是从这个靶点筛选得到的，尤其是到后面的时候。所以这是一个挺显著不同。当然，作者的看法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新药从这个高通量筛选能够成功率，事实上整体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那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有可能是近10年这个靶点的筛选比例是显著的增加了，大家偏爱这个靶点的筛选，而忽视了表象的筛选，这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这个新药开发的这个成功率啊，这是一种观点在这里。那么高通量筛选呢？去看这件事情，其实本身这个分子库是我们整个做药这个方块，这一块的，应该说是自动化最高的这一块，基本上是由机器实现的。您能看到这边有很多板子，这个其实每一个板子上面就是我们存放分子的这么一个容器。他们都是这样子存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是比如说我们在软件里面去点我们想要什么分子，那么就会由这种机器来完成，基本上不会是由人工去一个选择我们想要的药物。那么分子库大小其实是因分子库的类型定的，基本上小的可以是1000，大的可以是几十亿，这几十亿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在这里，因为时间关系，我可能不会去讲了。但是基本上大的公司都会有自己的分子库，对吧？那么这个分子库并不是一天建成的，它是十几年，就是你不停的，只要但凡有一个项目，它有合成的分子，它都会是这个分子库的一部分，并且分子库也会，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看分子库的这个化合物的数量和多样性，你的那个种类一定是要非常非常丰富的，能够 cover 很多很多不同的这种就是化学的结构。当然，它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会有一些合作共享的，欧洲也会有一些公司，我们每个公司出一部分，然后大家可以共享这个分子库。那么还有一些是 commercial，这个是一般是说 CRO 提供，就外包公司，比如说药明康德，他们有自己的分子库，也很大。然后你可以去跟他们建立合作，然后你可以去筛他们的分子库。当然，commercial 分子库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分子在那里是不可以有专利限制的。你筛好，这是你想要的化合物，你就可以直接拿过来，接着继续做下面的一些优化。这是分子库啊。然后下面呢，想讲一下高通量筛选的这些年的一个演变过程。科技无止境，只有最高。没有更高，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啊！我觉得这句话真的用在这里也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当我去回顾，就是这里标注出来是1990年，大概是30年前，那个时候其实刚刚有这个高通量筛选的概念啊，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这种试管里面进行的，试管大家应该初中的时候做实验就是那种玻璃试管里面进行的。那么能筛选的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就是你能筛选20到50个分子，一周。一个 lab，一个你可以认为是一个工作室，它可以筛这么多。到了10年以后，大家基本上就是用一种板子，那个板子大概就这么大，那上面可以有大概将近100个条件。就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极大的减少第一药品的用量或所有的化合物的用量，另外一个你可以筛更多的分子，大概是1000到10000个，一周以内你可以筛这么多。那么到了今天，或者说10年前，当我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我印象还蛮深刻的。我们当时是做高通量筛选的时候，我们的板子用的都是384孔的。那么这384孔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体积去筛选，当然实验也就变得更快。那么基本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筛4万个分子，一天可以筛4万个，一周那么就乘以7，对不对？当然，现在当我再次去做这个高通量筛选，我会发现公司里面几乎有一半的高通量筛选都已经在1536孔中间完成。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天可以筛15万个分子，这是高通量筛选的大概这么一个规格。当然没有实验是可以一天做完的，这当然就意味着我们要么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去完成我们所想要筛选的分子库，或者我们可以筛选更多的分子。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年我们用过的高通量筛选的板子。其实96孔板现在，对吧？我们也经常会用来做实验，因为你还可以就是人工的，比如说我们就是用这个这个叫做腔，就是那个试管的这个腔去加液体。那么384也是经常常用的，而且这个其实我们也经常用来手工的去做一些实验。
哎，这个1536孔的这个，与其叫板子，我觉得它更像筛子啊，长得就是不漏水的筛子一样。这个其实是真的没有办法手工的去做任何实验，人的眼睛是受不了的。我们只在机器上完成实验。那么这个是专门用来做高通量筛选的。那么右边的这个图呢，其实，高通量筛选其实。我觉得其实那个机器那块还蛮高大上的，但其实真正做实验并没有那么高大上。它其实是想希望这个实验具有非常高的稳定性，以及最简单的实验去做这个高通量筛选。实验不能复杂，因为复杂了步骤一旦多，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增加很多的变化，对吧？就是那个数据之间就会有变化。那么高通，这就是一个我们所用的一个经常能够看到的一个例子啊，这个 raw data 叫什么？叫是原始数据，原始数据，对吧？然后，那么你就看到，其实这个颜色其实代表不同的活性。那么一个孔就代表一个条件，最终其实电脑可以处理，就能得到这样的数据。那这个的话，其实质量监控是很重要的，因为高通量筛选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有非常高的一致性，因为没有高通量筛选可以在一天做完，一天做完就不叫高通量筛选。你这个不同的颜色就代表的是你不同的批次做的实验。那么最终你要把所有的 data 都放到一起，数据都放到一起进行数据分析。那么就你一定要保持这个 data 的一致性。从这个数据基本上你就可以去取决于你想要多少的苗头化合物，你就可以画条横线。那么在此以上的所有的高于这条线的，就是我想要得到的这个苗头化合物，至少是我一个分析的起始点，是这样子的。大致上我们做过的这个高通量筛选，大致上可能是1%，也就意味着如果是100万个分子的话，就是1万个分子，我们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么一个验证。这个呢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啊，就是一个高通量筛选的这么一个示意图，我觉得也是比较具备代表性的吧。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当然会这个分子，就是我们找一个分子库，可能他们会代表一个初级的筛选。那么初级筛选经常就是像我刚才给您看到的这个原始数据，就它就是单一的这么一个浓度，这里取的是10个 micromolar，10个微摩。那么之后呢，它会有一定的，它会设计一定的这个 criteria，就是一定的这个一个限度，那么来选取之后它想做验证的分子，那么他们选取了这么2万多分子作为初步的验证。初步的验证呢，其实在这里他做的仍然是这样一个一个单独的浓度，但他重复了3次，那么就会更加的可信，看你的实验这个数据是否是真的具有活性。那么接着呢，他会设计一个标准，就是我要选取这个抑制浓度是在大于50%的。哎，我选取这个部分，那么最终他们确定了是1000个，他们希望进行第二阶段的浓度，因为这是单浓度，这2个步骤都是做单浓度，其实是很难告诉你哪个化合物比一个化合物比另外一个化合物的浓度好。那么如果我们要想确定这个的话，我们一定要做浓度的滴定，那么这就是在第二步一定要做的就是一个 dose response 的 study。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这个活性和化合物浓度之间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判断它的活性的高和低。所以接下来，那么它就选取到了大概400个多个他们所谓的苗头化合物进行第二，接下来的这个就是hits to leads，就是到了下一个阶段。其实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去寻找这个我们所说的分子结构和活性之间的关系，这就是 hits to leads，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从这一步开始，化学变成了核心的引擎，化学的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在这里要负责去建立很多 SAR 和，并且去不停的合成新的分子，以优化这些分子。那么从这一步开始，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核心内容。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在这个 hits to lead 的这个过程中，什么是 SAR 呢？或者说什么是分子结构和活性的关系？哎，这个其实有点像圣诞树，或者说我觉得有点像圣诞树，就是你有一个树干，比如说这是你原始的这么一个分子化合物，哎，你往上面加一点东西，修饰了一个东西，挂个星星，你发现哎它变漂亮了，它活性更好了。啊，那我再加点东西，我再加个彩带。你发现，哎，它活性又变得更好了，这就是一个不断优化的过程。但有可能你加了这个，发现，哎，没活性了，哎，这也是一种 SAR，这也是一种
这也是一种关系，对不对？你就知道哦，这个地方不可以加这个。所以他们在通过不断的试验，他们会得到非常详细的这么一个活性和这个分子结构之间的关系。那在这一个过程中呢，我也会更多的看到近些年这个人工智能在对这个方面的一个帮助，不仅仅是人脑的判断，加上机器脑、人脑的判断。那么最主要的目标是挑选具有潜质的这个苗头化合物，并且他们将构成一个系列，它们不是单独存在的。所以说，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啊，当然也是个很小的问题。当如果我们有一个非常活性非常好的一个 singleton，就是它单独存在的固体化合物，它没有跟其他化合物有任何的联系，或者化合物活性稍差，但是它有非常明确的 SAR，那么在这两组化合物中间，您会怎么选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选后者，因为一般如果是一个仅仅有这么一个化合物非常好。它具有可能是假阳性，这有是第一，有可能是这个。第二，就意味着当我们做了，比如说 analog searching，就寻找类似化合物，但是都没有活性的话，就意味着它有可能可以被优化的这个窗口会非常窄，又导致我们后续的优化可能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可能会进行浅浅的尝试，但一旦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头，我们会放弃这个 series，或者放弃这个化合物这个 singleton，而我们会重点的在这个 hit series 上面。还有一个就是说，不是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这个是，项目都是从高通量筛选开始的，也有一些是从快速跟进方法。这个应该很好理解，就是说，现有的很多药物，或者你可以从发表专利中间描述的这个候选药物开始，就以此为起点，进一步优化分子，对吧？从而获得比起始分子更具有竞争性的药物，那么它的定位不太可能是创新、绝对创新的药物，通常的定位会是 me too 或者 me better 的药物。那么也就意味着，当你立项的时候，你就开始考虑这个竞争的问题。那么活性结构的分析，其实我刚才已经有提到过了。那么就这个呢，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化学那边的人，就是化学的研究人员，他们会，在不断的通过我们化学生物和药物代谢呀，化学属，就是分化合物属性的这么一个测评的过程中，那么得到了，比如说各种官能团，它对这个整个化学的这么一个影响，对吧？它不仅仅一定是活性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对生物物理属性的这么一个影响。那这个过程其实是我们在整体优化中的一个核心。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可能是，几个月，但也有可能是几年的时间，取决于我们多久能够做到我们的这个达到我们的目的，尤其是无限接近这个 NME，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目标。再往后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 lead optimization 和 late lead optimization 的这个后期，那么其实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员会加入到这个团队。最开始的时候是化学生物，还有我们说的 ADME，或者说药物的代谢呀、化学化呃物理，还有化学的属性。但是毒理，尤其在这个阶段，就是后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的很多，其实毒理性的研究现在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可开发性和制剂这一块也是我们要考虑的，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是针对口服药物，也有可能是其他的药剂。那么像我刚才提到，这个很影响到我们化学的这方面的这么一个，优化的这么一个方向啊。产量升级其实它虽然隶属于化学，但是现在越来越是一个分开的部门，因为他们会在，尤其是后期，在其实他们大概在这个时候会进入到我们的团队，那么会帮助我们去提高产量。为什么？因为毒理性的实验需要大批的药量，那么你做五十个 milligram 和做50个 gram 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会进过来之后，帮我们提高整个的流程。基本上，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没有太多捷径的。然后基本上属于遇山开山、遇水搭桥的那种过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且它是一个非常专业，对整个团队的专业知识实际上是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要求的是一整个团队，因为其实每一个分部足够我们每一个人去读好几个 PhD，所以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一定是一个非常多的这么一个。团队的合作。那么接下来呢，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 remdesivir，就是这个新冠上面这个一个药物的这么一个故事啊。那么这个药物呢，我想大家看一下这个药物是怎么
现在上市，变成一个新冠的抗病毒药物。那么在这个药物呢，其实研究是可以追溯到2019年。那么当时其实 Gilead 就是这个药物的开发者，他实际上是在针对 HCV 和 RSV 进行药物的研究。为什么？因为 Gilead 其实当时是 HCV 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这么一个玩家，或者说一个主导的公司，他们的 HCV 的药物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他们是有足够理由进行后续研究的。当时在进行这个新的这个项目开发的时候，他们筛到了两个非常好的 hits，其中一个呢就是 GS5734，那么后来呢就是非常知名的这个 remdesivir，那么我们大家都叫它人民的希望啊，这是音译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音译。其实当时 Gilead 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他不是想要做各种激励，他就是要找到 RNA 的合成酶的抑制剂。为什么？因为HCV、RSV 还有很多其他病毒，包括流感病毒，都是 RNA 病毒。所以，如果你能够抑制 RNA 的合成，那么你就能够抑制到很多病毒。这是一个很典型的靶向筛选。他们没有采取大量的筛选方式，而是采取了一个非常专门的分子库，叫做 nucleoside。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结构有没有印象？它其实是很类似于我们 DNA 和 RNA 中的一个小那个片段，对不对？那么这个其实，它会有很多类似的分子，它其实上就是一个 mimic 这些作用，然后能够有竞争作用。它包括的分子不多，只有1000多个，但是它是专门针对这个 RNA 病毒聚合酶设计的。接着往后几年呢，他们这个既然筛选到了这个 hits，他们开始进行优化。但是呢，这一类分子挺特殊的，他们的收获非常有限，并没有发现呢比这个5374更优质的分子。怎么办呢？当然，他们其实还是在不停地开发这个分子的潜能，比如说他们在和美国军方的研究机构有合作。为什么美国军方会有这种兴趣？因为呢，其实大规模爆发的感染病对军队来说是非常非常致命的，所以他们是愿意提供 funding 和药厂进行合作，做这方面的这种研究性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当时其实对了这个药品的这个抗病毒活性进行了研究，然后他们证实了呢，5734是对冠状病毒是具有抗病毒活性，并且在动物模型中呢进行了证实。至此呢，人民希望并没有成为 enemy，它就是默默地趴在这个货架上面，对不对？还在等待发挥作用的一天。这个时候呢，我提醒一下，还有5分钟。好的，我5分钟应该能结束这一块了。那么2014年呢，其实非洲爆发了埃博拉，对不对？然后呢，Gilead 就证实了这个5734实际上是在体外可以抑制埃博拉病毒。那么2015年，Gilead 就提交了这个 END，也就是新药的这个临床申请。哎，他想在这个把这个药应用于埃博拉。然后在2015年的8月，他们开启了一期的临床实验，并且在之后的几年之中呢，在这个同情给药的制度下呀，这个 Gilead 是提供了这个 remdesivir 用于小部分埃博拉患者的治疗。大家相信现在大家对这个同情给药制度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然后呢，2018年这个时候其实不仅仅是 Gilead 有这个药，而且有其他的几项抗体都是先后的已经发展了。那么当时 NIH 就组织了一项临床实验，这个临床实验呢，就是包括了 Gilead 的这个人民的希望，并且呢还有其中三种其他的药物，他们其他三种都是大分子的抗体药物。那么在中期啊，这个临床实验中期的报告之后呢，哎，人民希望被停用了。为什么呢？因为尽管是有药效，但是其他两种治疗呢显示了更好的存活率，这对埃博拉病毒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至此，其实离那个2009年其实已经过去了10年，他呢就只能又默默地回到了 Gilead 的这个货架上面，对不对？好了，下面呢最后一张纸，我来讲一下这个冠状病毒是怎么了。后来呢，其实时间呢就到了2014年，其实那个时候呢，刚才我们也有提到，Gilead 其实和其他的研究，其实跟学术界的研究这个合作啊，其实他已经对这个冠状病毒开始进行评估。2015年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当时在这个韩国 MERS 爆发了，于是呢 NIH 就主导了这个5734，因为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到临床这个时候，他们呢就只能先去做这个动物，不是做小鼠，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做了猴子。一般通常我们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你准备推到临床了。那么在推临床之前，你要做一下这个猴子的这个体内的这个实验，结果很好，但是疫情已经过去了，转瞬即逝，已经没有病患了，那怎么办呢？他没有机会，他就真的是没有机会被推到这个针对冠状病毒这个临床实验中去了。
接着呢，大家就都知道了，2020年的1月份，新冠就爆发了，机会来了。新冠呢是一个新型的病毒，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特别非常针对性的这个抗病毒药物是不可能在短期之内研发成功并且上市的。最有希望的呢，其实就是现在的药物和已经在临床后期的药物。为什么我们要说到临床后期呢？就是因为它们的毒理其实已经是被研究的非常透彻了，所以呢，其实是具有非常高的安全性，至少我们会了解它的安全性。其实 WHO 在有全球关注的这种公共事件危机的时候，他都会给各个药厂会有 call，然后去要他们的传染病部门，你们有没有货架上面有没有就是可以提供的，就可供测试的这些药物，并不是说做人体，但他们会慢慢的从体外开始做。其实当时在 Zika 和在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他们都有会致函。那么 Gilead 当时反应是非常迅速，第一时间就开始评估了这个药对新冠的抗病毒作用，对不对？那么人民的希望终于是出名了，我觉得他们终于成为了这个全球当时很多报道关于这个人民的希望。那么2020年的1月，他们就已经把这个药物提供了给了中国的 CDC 做这个体外的活性，2月份开始提供给了多个临床实验，那么主要是针对安全性和有效性。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我相信一定是 Gilead 一个非常高的优先级，就是一定要提高产量。想一想，如果100多个国家给你打电话，说我同时要这个药，要多少？Gilead 也是挺头疼的，如果没有非常好的这个产能的提高。那么我就想讲的最后一个就是2020年的10月22日，这时候 FDA 正式批准了这个药物 Remdesivir，终于是用于了这个治疗新冠住院的病患，使其成为了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获得批用的这个治疗新冠的药物。至此，我觉得它完成了一个分子到药物的蜕变。我就停在这里了，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讲，其实还是很多，还是很曲折的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怎么是从一个分子，然后能够转化成一个药物的这么一个过程。